雄心兄弟首场户外直播 party 今天晚上就在南港金融园区盛大登场喽！想要感受棒球场上最原汁原味的魅力吗？跟着兄弟还有姐妹一起来嗨翻天吧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Patient Sister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5月29号雄心兄弟第一场的直播派对。Are you ready？ 是不是非常兴奋呢？当然，在今天呢，我们的姐妹也会陪伴大家到最后。带来我们球场上原汁原味、最新最强劲的应援哦。那呢，我们现场的朋友呢，一定要跟着我们姐妹一起强攻加油，为我们今天的中信兄弟拿下胜利。第一次我们的直播派对，跟所有的球迷分享，他客场的时候，他们不用大老远跑到中南部，在这边就可以跟所有的球迷原汁原味、及时的 live 的跟大家一起享受球赛的精彩情况，看棒球。除了精彩球赛以外，吃的喝的绝对不能少，还有玩的，所以吃喝玩是我们希望今天晚上可以营造的气氛。还感觉还不错，对啊，就而且又有那个啦啦队这种硬体的那个设备的话，就是更有临场感。因为现在主场在台中，我们其实很难可以去，对，那在台北有这样子的话，就是热身，然后大家也可以，而且客场我是当主场来看的，对。随着比赛时间一分一秒接近，球迷们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昂，拿起手中加油棒，喊出对中信兄弟的支持，要把力量送到高雄澄清湖，希望黄山军急起直追，摆脱垫底窘境。中信兄弟，强攻强攻强攻！外体育新闻，肖俊昌、于希杰采访报道。